所以说跟他出去去海岛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因为他一穿上比基尼，我操，我的老天爷，不得了，而且很有面子。哎，那那个男生会不会因为怕别的男生看到他穿比基尼，他就不下水？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也不会游泳，他比较爱手机啊。这个在国外带这种去输赢的，有没有？像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前一个女朋友，她就是有极度的被害妄想症。以及不安全感。他怎么了呢？他出国有一个必带的东西，就是警报器，就是那种，比如说弄在门上，你脚一拉，然后线掉了会。吓我一跳！我以为这种条子警报器，一坐计程车摆上去。谁带那个？他会带那个，然后每次只要一进饭店，不管是在都市还是比如说我们去荒郊野外，他第一件事一定门先全部锁好，然后再来猫眼他一定要堵住。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看到说隔壁，他说隔，他说有时候猫眼他反装，外面看到里面，所以他猫眼要先堵住。猫眼最恐怖是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你觉得怪怪的时候，你一看猫眼，猫眼就是一个眼睛在看着你，那我操，那个最恐怖。哇塞，那种太夸张了，太夸张。那种我们还真的没遇到。然后他就把那个警报器装好，然后晚上睡觉，他有时候还会比如说拿一些玻璃杯啊什么的。放在门口，干什么？只要门打开了，他把它叠起来。门打开除了会叫以外，叮叮哐啷的，那个玻璃会掉，那我们就会醒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基本的。有一次他不知道哪里想到一个方法，他说：“我今天来设一个陷阱好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要设什么陷阱？捕鼠器哦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他就跟人家要了一些刀叉，就把它散落在门口，你知道？他说：“如果进来的话，一定会踩到，那就可以。”对。就可以就是帮我们争取一些时间，这时候你就可以马上醒来。对方已经受伤了，对，他也许受伤了，也许就有点吓到。不好意思，这时候你那个时候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很矮的，没有，你这么大一个人，他还怕这样？对啊，他这样还怕成这样，结果他装那个没有弄到小偷，弄到你。我他妈起，对不起，我起床尿尿的时候就直接踩到，先踩到那个叉子刀子，然后一踢，然后在掉，然后那个警报器掉。不是他误会，因为如果说我住你隔壁房，我看到你进房，我一定自己去弄那个陷阱。我怕隔壁住的太巨大了，怕我闯进去是不是。对啊，就这种太夸张了。吵架的原因是去海岛国家不下水。哎呀，哦，自装饭。哦，那个来，对不对？不是男的那个来。对啊，可能带去展览了，可能湿疹。对，湿疹，碰到海水会痛。对 对，要不然就汗斑。对，要不然就是刚刺青。对，不能下水。对，不然真的没办法下水。不然就贴胸毛。胸毛下水会掉吗？你有看过？你有看过曹查理的那个？他对，曹查理那个。对啊，贴胸毛。曹查理这三个字不需要这么大的回应。欢迎下一位。Ashley。你这种身材，他去哦，当然不下水了，怎么的时间下水的？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想说就是情侣去海岛国家，然后就期待他下水，但其实我不会游泳，但我不知道他也不会游泳，所以我就很期待，想说他会教我游泳，然后在 villa 的游泳池里面，然后很开心啊，很浪漫。villa 鸳鸯戏水这样，对之类的，就想不到他说哦，没有要下水哦，我连那个水上游设施都没有去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要去巴厘岛？东京他选的啊。那你很神奇。很生气啊，但是可是没办法，我总不会跟去吧，就是从出门到晚上都可以一直吵，各种吵，比如说时间观念不一样，因为女生一定比男生早起床两个小时，要化妆干嘛的啊，然后他有起床气，然后如果叫他的话，弄好叫他，然后又不能催他，他又会很生气，就会发火，然后就对我大吼这样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催我啦，我待五分钟就好了。”但他起床就先看动新闻啊，然后看个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其实就半小时就过去了。可是住 villa 有个好处，很容易醒，你知道？像我 villa， 我早上起来我就先跳游泳池，就跳水里，就有精神了，然后醒了就醒了，来了香槟啊，来吧，喝完回去睡了再跳，再醒了。然后喝，你睡了，又醒了，差异，那你们有没有差异？防晒油啊，没有下油，有擦防晒油。对，因为太阳很大，但是没有办法去海边。那这 villa 小水里面玩一玩也可以。就是连 villa 都不下去啊，就觉得很无聊啊。就真的就逛海神庙，这应该散了吧？逛海神庙，对，会，对，那就是专门要跟你散的嘛。回去就分手，六十几。跟我差不多吧，跟你差不多，而且他们一下飞机就先去海神庙，就一会儿奇怪还没散，
然后就不愿意下水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去海神庙。对，他也会一直。我觉得像低头滑手机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，很讨厌，因为我觉得出国大家就是要放松嘛。嗯。那其他的工作都是用手机沟通的，然后所以只要一吃饭坐下来，他就一直滑手机，一直滑。然后如果我跟你对话说，哎，那个什么什么，今天怎样什么什么，他其实都是听不到的。我看有些人出国也是啊，一大早起来，然后吃早点。对，就是一直滑无止境。那你干嘛来啊？对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所以要规定以后那个出国不要带手机，不是都不能漫游，不要有 WiFi， 不能漫游。对，到国外用 WiFi， 手机自动炸掉，这么严重，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烦死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烦。所以说跟他出去去海岛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因为他一穿上比基尼，我操，我的老天爷，不得了，而且很有面子。哎，那那个男生会不会因为怕别的男生看到他穿比基尼，他就不下水？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也不会游泳，他比较爱手机啊。这个在国外带这种去输赢的，有没有？他就很可怕。对对呀，他去的，他在泰国不会输的，打在对呀，泰国第一名，很好很好。好，新宇，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，就在你帮老司机洗澡的同时，好，那如果你没有答对超过五题的话，你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喽。好，计时开始，请问你上次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昨天。请问你最近一次被告白是什么时候？两年前。请报自己一个料。报自己一个料。对。时间的被一秒流失哦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这太难了，不行，我报自己一个料。坏习惯也可以啊。坏习惯。对啊，你是爆料哦。对啊，我之前做过一个就是不 OK 的事情啊。不 OK 的事情。很偷看男友手机啊之类的。好，偷看过，可是也是两年前。好，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？想做不敢做，我想要去澳门跳那个塔。你最多颜色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新幻想哪位男明星呢？男明星哦 ，Oh my god！OK， 时间到。你还是可以把这题讲出来，或是你欣赏的，就是目前觉得还不错的歌手啊、演员啊、主持人啊，或是我们的立冬啊之类的。这个笑声是，我觉得丰田蛮可爱的。丰田。哇，那立冬听到这一段应该会难过。司机大哥，目前你觉得这个冷泉的感觉有点烫啊，有点烫。那你的手在？这手啊，太诚实了，手太诚实了。那我们要请新宇下来喽。女生比你勇敢多了她完全不觉得这个是。我真的发抖哦。所以你完全不觉得冷吗，心雨？我比较怕冷。但我们老司机现在有点就是颤抖的有点严重，你可以安慰他。你慌吗？你要信我。我的刀呢？我被你开心了。可是他答不出来。